你可是我们同学当中的第一名哦，抱的孙子最多。来，快哭了，来。Danny啊，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啦？其实我已经有一个男朋友。不是，他女朋友一大堆，没有一个他喜欢的。哦。他是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或者是这个上海人，23岁。 这些代理母也是完整的捐赠者，我知道这不是传统的，但是我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啊。 Why do you want a baby so much? Baby, sweetie, it's complicated. 这个是最好的。 It fills my heart with so much joy and love.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他是个骗子。妈，在讲什么？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生孩子是大事，生了就没得换的。让我自己把这些事情做好就好了。你就是不想让我参与这件事。我不是小孩子 ，OK？ 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的。什么是正常的家庭 ？We can't, Danny. You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to be a father. 你太让我伤心了。你也让我伤心，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新锐导演郑柏玉拍出属于自己多元成家的人生故事。今天荣幸我们邀请他来现场，我们分享。 Barney 好，大家好。Barney 筹拍满月酒的时候就已经跟工作人员告白，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人生故事，对不对？嗯，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发生在你身上的故事？嗯，我觉得当一个演员或者是一个导演或是一个。编剧，我们大家都想要分享我们自己的，就是真实的经历，最深的一种灵魂的经验。那这故事是我现在住在美国，从小在美国那边长大的，所以而且我在台湾出生的，所以我的背景还有我的一切都是不同的世界文化混在一起。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同志的一个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很想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给大家看。那我也非常就是跟我妈妈之间的感情，我跟妈妈出柜了，那这个全部的 journey 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journey。那我们现在的感情非常好，对，所以我觉得，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家都在谈平权、婚姻平权、同志婚同志的婚礼的平权，还有这个 equality， 我觉得这个故事是蛮适合现在的 today 的一个故事这样子。是，满月酒还是一个改编的电影嘛，所以这个跟你个人的真实经历相似度高达多少呢？嗯，我觉得真实的部分啊，我觉得儿子。 跟妈妈之间的关系的感情的爱的冲突是非常真实的。那这部分是真实的，那改编的部分就是，其实我现在是单身，我没有男朋友。那故事里面有一个很帅的一个男朋友，我们有自己的孩子，这样子，这部分是改编的。那我做了很多 research， 我旁边有我的在美国的朋友。 朋友很多，大家就已经有自己的家庭，都已经有小孩了。那这一方面，我是很多灵感是从我的朋友这边偷一点，这边偷一点，这边偷一点，全部的那个材料就把它收集在一起，把我这个角色跟那个 Michael 那个爱人角色这样子编出来，这样，所以这一方面是我自己想象的。那怎么去生这个孩子，这些我是做了很多研究，这样子，每一步骤，每一步骤，把它很 clear 的叙述给大家看，这样子。所以这对啊，所以一半是真实，一半是改编这样子。所以真的是有你自己自身的经验，然后再截取朋友的经验，然后来翻拍成满月酒。Barney 你自己说这是一个妈妈出柜的故事，对不对？让妈妈出柜的故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很多人都会问我说，这个片子。
看起来听起来有点像李安以前的喜宴。对，那其实喜宴这故事已经20多年了。对，那故事关于一个同志朋友怎么去跟家人出柜的故事。嗯，那现在时代不同了嘛，我们时代就已经进步了这么多了。嗯，现在大家其实都是在讨论关于家庭怎么去成立一个新的家庭。对，家庭有不同的种，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大小，这样子。那这个故事是关于妈妈如何去接受一个他儿子想要的新的家庭，完全是妈妈的一个故事，她如何去接受，去就是环抱这个新的开始。所以是妈妈的出柜故事。嗯，所以在编这样子的剧本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做了非常多的研究，怎么样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孩，做了很多的研究，对不对？你知道吗？我在2011年那一年看到一个纪录片，叫做《Google Baby》。啊，这个纪录片是关于一对以色列的一个 couple， 一个 gay couple， 他们很想要自己的孩子，想要一个家庭这样子。那代理孕母这个事情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对一个同志的一个 couple 是非法的，是不可以做的。嗯，可是这个犹太人嘛，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叫自己的孩子这样子，对，血统的孩子，他们就是这个 gay couple， 他们就去美国去找美国的卵子捐赠者。嗯，那跟他们合作做了一组胚胎。嗯，然后把胚胎运到印度的这个世界里面，用印度的代理孕母在她肚子里面怀9个月，那9个月过了以后，他们才从以色列飞到印度去把孩子接回他们的国家。嗯，所以我看了这个 documentary， 我觉得哇，我觉得很奇妙，而且很 compelling 一个故事。那我就想说，其实虽然说他们是以色列的 couple， 我可以把这个 couple 变成台湾人啊，或是这样子，我们这种像我这种背景的人这样子，妈妈把变成一个台北的一个妈妈这样子。嗯，那就从这些灵感、这些 idea 就开始在去想，而且我旁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 gay 的朋友都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嗯，也是都经过代理孕母还有卵子捐赠者这样子的方法，都已经有自己血统的孩子这样子。嗯，所以我就很多不同的灵感，很多不同的材料，还有加上我自己去研究，就全部的那个 ingredient 就放在一起，煮了一道菜给大家吃。你觉得吃了这套菜，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吃？我觉得真的是21世纪的喜宴。哦，对，真的吗？我觉得是非常 modern day 的同志喜剧。嗯，因为 Michael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真实的一个演员，床戏还有洗澡戏，他都很不紧张，而且我觉得我比较紧张，所以我在那种 casting 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是很真诚而且很职业的一个演员。他不是 gay， 他有自己都已经有结婚了，就有3个孩子了。嗯，可是他们整家人，他们太太也现在在台湾宣传这个电影。嗯，这片里面如果没有妈妈、没有男友的这个角色，真的是撑不起来这整部片子。尤其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影后归亚蕾，亚蕾姐来演的，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你选角啊，还有跟他们合作的状况？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永远记得《喜宴》这部电影。那亚蕾姐在这部电影里面表演，真的是很感动我，而且有很多地方让我笑。所以我觉得亚蕾姐这个演员是个非常非常棒的演员，在我脑海里面。对。那当我写剧本的时候，我就有种偷偷希望说，如果妈妈这个角色如果亚蕾姐演，就一定很棒这样子。嗯，可是我记得喜宴这个电影也是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搞不好亚蕾姐都已经蛮老的年纪，都已经不适合演妈妈这个角色了。嗯，后来我才巧合的，就是，我弟弟说，其实，亚蕾姐现在正在演一部电影，叫做，
好远又好近。那我就是看了这部电影，才发觉其实雅蕾姐非常年轻哎，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老这样子。她是以前实验把雅蕾姐化妆的比较老一点，其实雅蕾姐没有蛮年轻的，几乎跟我妈妈的年龄一样。所以我就马上跟雅蕾姐联络，这样子我们约在洛杉矶见面。雅蕾姐也是住在洛杉矶，那我自己也住在洛杉矶，我们就见面了。那我就跟雅蕾姐很诚恳的讲说，这是我自己真人的故事。那我也很希望她能够跟我一起走这一条 journey 这样子。那雅蕾姐就很早就参与了这一个电影的 production 这样子。那我们就研究这个妈妈这个角色，还有这故事，就不停的一直研究。雅蕾姐是个非常非常的有经验而且非常棒的演员，他一接了一个 case， 他就会付出300%的力量，把全这角色全部演好。那我记得，雅蕾姐她从洛杉矶飞回了台湾，我妈妈现在住在台北，跟妈妈见面，跟妈妈了解妈妈的心情，妈妈怎么，因为她也演了妈妈这个角色。对，那雅蕾姐就给我很多关于这个故事还有妈妈这个角色的建议。那很多很多建议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我就不停的改我的剧本。改了最少30-40次都已经有，我想一定比这更多，我其实想数不清。所以 Barney 记忆当中他有给你什么样子的建议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知道吗？第一个版本那个 draft 的时候，写的剧本的时候，我的 focus 是 focus 在这个 gay couple 的那个他们怎么去生这个孩子，步骤怎么走这样子。妈妈角色其实没有那么现在的那么重，所以可是雅蕾姐读了这个剧本，她跟我建议说，其实妈妈这个角色其实是很重要的。灵魂角色，对，妈妈这角色其实是整个故事的灵魂。那我听了很多雅蕾姐的建议，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那我就一直改。现在你看了嘛，电影完全跟第一个那个 draft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妈妈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跟雅蕾姐工作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场她我们那场的戏是儿子跟妈妈冲突最高点的时候，他在拍的时候突然赏了我一巴掌，这样子，记不记得那个戏？我记得，那个戏预告里也有。对，可是那场戏其实没有在剧本里面，他是雅蕾姐，就是当那一刻的时候，就是临时，就是真的是已经很生气，嘣这样子，所以那一巴掌很棒。我很高兴他赏了一巴掌，而且那种灵感，那时候那刹那那种选择非常好。所以像这样子的类的型，发生了很多像这样子类的一种经验，就是让我知道，证明说真的是你会选到好的演员，你真的是就事半功倍。对，而且你要相信他们会努力的去做功课。对，不需要把他们就是倒得很紧哦，你要怎么走，怎么，不需要，让他们去把他们想要的演的那种想法做出来，这样子。所以就是雅蕾姐的部分给了你很多的养分嘛，给了你很多的建议。那男友这部分的 casting 呢，是怎么样找到 Michael 的？casting 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对一个电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you know。因为我这一点是从Woody Allen 那边学的。我2002年跟 Woody Allen 有合作的一部电影叫 Hollywood Ending。那 Woody Allen 其实他非常注重casting， 他认为你如果选好的演员，你就成功了一半。对。那很多他的电影，大家看到他们演得很自然，而且演员的一种发挥就很棒。那我跟他合作那部电影的时候，他有跟我讲一句话说 ：“Barney， 你几乎你不一定要100%用我写那个台词，你可以就是用自己讲的话把那意思表达起来，而且很自由你去发挥这样子。他很尊重全部的演员他们的想法，所以我从他这一个地方学到说要选对演员，而且导演其实你不一定要。”把那个演员都讲得非常清楚，就我觉得要让演员去
发挥这样子，因为演员他们会做的选择会比你想象更好的。而且雅蕾姐她跟我很多那种 idea， 她的演的时候她做的选择是完全是我无法预料到，比我预料更好的。那 Michael 我们也是就是选角花了很久的时间，在纽约，在洛杉矶，我们有个 casting director， 我们试镜了将要300多的演，就是好莱坞的演员。对，那从300多个淘汰到最后的5个，那雅蕾姐还有我还有徐立功徐制片，我们去现场就是看哪一个5个人其中一个跟我们最大的火花这样子。Michael 是我们大家都投给他的，他是100%，这是最棒的演员，这个角色是，因为 Michael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真实的一个演员。我记得他我们试镜的时候，我们给他2场戏演，其中一场就是你记得就是分手，两个爱人分手的那一场，他演的时候让我好感动，好感动。而且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很 generous， 就是非常大方，不自私的演员。他就比如说，你看到里面有一些比较床戏、床戏还有洗澡戏，他都很不紧张，而且我觉得我比较紧张，所以我在那个 casting 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是很真诚而且很职业的一个演员。他不是 gay， 他有自己都已经有结婚了，就有3个孩子了。可是他们整家人，他的太太也有，也现在在台湾宣传这个电影，是都很 open。所以我感在他在 audition 的时候，那我就感觉到是很那种感觉的，用感觉去想，感觉到他的 sincerity， 他的真实，他的爱这样子。电影之前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后来才了解说，其实他以前就是演过很多舞台剧的。那他本人也是职业的。芭蕾舞的职业 professional 的一个 dancer 这样子。那现在他就是电视电影都有在演，最近他演了一部很有名，现在最流行的一个电视剧叫做 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非常非常的他演的是一个同志的角色，而且很激情的，跟同志角色非常有缘，非常有。其实他选角，他并不是想说哦是异性恋或是同性角色，他选就是看那个角色那个人本身的人。对，所以是个跟他合作非常的荣幸能跟他一起合作。我记得李安以前拍《喜宴》的时候，那时候都没有那种出柜的故事，他是几乎是第一个关于，而且不是只是东方哦，全世界好像我觉得好像是刚开始第一个讲关于同志出柜的故事，所以现在大家重视的是家庭，如何组织自己的家庭，有孩子这样子，婚姻平权这样子。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喜宴》，讲了非常多次，尤其制片又是徐立功先生嘛，大家都说这部片等于说是21世纪版的《喜宴》，所以你自己怎么看呢？怎么做这两部片做比较呢？其实你看过吗？其实我觉得没有完全不一样的片，而且时代真的是不同的。我们不同的时代，注重的是不同的东西。我记得李安以前拍《喜宴》的时候，那时候都没有那种出柜的故事，他是几乎是第一个关于，而且不是只是东方哦，全世界好像我觉得好像是刚开始第一个讲关于同志出柜的故事，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很轰动，那现在时代真的是不同了，大家都已经出柜了，拍过出柜这个电影的题材已经几千部了，所以一点都不新鲜了。现在大家重视的是家庭，如何组织自己的家庭，有孩子这样子，婚姻平权这样子，所以完全不同的一种题材。对。因为 Barney 你也是演员嘛，所以你又要自导又要自演，等于说是2份工，你有什么样子的心得？我觉得是个非常疯狂的一种经验。因为你知道吗，当一个 director， 你必须等于是这整艘船的一个龙头船长这样子，你必须注重就是注意到每个细节，在拍每一场戏的时候，我必须就是当一个导演，必须
跟工作人员沟通，跟比如说摄影组什么样灯光是要什么样的感觉啊，怎么拍这样子，我要跟美术组沟通，我觉得这个地方放一个这么小什么改变的道具啊，我觉得这个道具不适合颜色，也所以还有造型组，所以很多很多工作人员要沟通，而且沟通完以后，你要再跟演员沟通，所以这场戏是鼓励他们自己去发挥这样子。那沟通完了以后，我还要自己把那个导演的那个 hat 拿掉，戴上那个演员 hat， 就要深呼吸放松，就要很真实的把每一刻演出来，而且每一刻要就是要从心里面演出来，不是说。所以讲背台词，只是背台词，不是完全就是要入戏这样子。那很难，而且所以说我们拍了每一场拍好的时候，我就马上就跑去那个 monitor 那边去看一下那个我刚刚拍的。那拍完的时候，在这过程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种感觉，我发现到其实我们演员其实大家，我觉得90%人都是有一点点那种自恋。你知道，每次我们拍那个 iPhone 拍照片，你第一个注意都是自己拍的好不好，自己拍的好不好看。对对对，所以说每次我跑上去 monitor 的时候，我第一个那种 instinct 就是看我自己，看我的表现好不好，有没有拍的太胖啊，或者头发乱七八糟，那时候我觉得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绝对不可以这样做，一定要整体感，提醒我自己要。注重每一个细节，灯光、道具、演员有没有演得好，都要注重每一个细节。而且每一场我都要提醒我自己，因为真的是很难对抗这样子的自然的一种反应。所以，而且还有时间的压缩，我们只能拍12个小时而已。所以说，天天是每一天都是跟那个时间还有阳光在赛跑。每一天收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是像这个奇迹一样。所以很压力很大。演又要再导，这样真的很可怕，很疯狂的一种经验。所以以后还会朝这样子的方向继续？暂时不会，可是不知道。说不定有更我暂时不会。所以满月酒有达到 Barney 的期望吗？我其实看到很多观众朋友的反应，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试片了很多次，在不仅是台湾最近，而且美国啊，我们放去纽约放过，纽约的朋友看过，加州朋友看过，大家都很受到感动。大家给我很多他们的想法， Feedback， 我真的就是非常的高兴，观众能够了解我想讲的故事，想要传达的意念。我觉得这是一个做个艺术家最 rewarding 的，就是观众能够了解你想讲的故事。演员其实我们选的演员都是棒的，对，跟他们演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比较容易这样子，真的是。对，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场景，好多，所以说在跑了不同的地方，而且时间的那种限制之下，这是我觉得是最难的。最难的部分。对，其他大家都演员、工作朋友，大家都很热情，都演得非常好。对。好，那最后请 Barney 帮我们说一下你的个人的第一部电影的长片《满月酒》，你最推荐大家的地方在哪里？这部电影是我要献给我妈妈的一个 present， 一个礼物，尤其是在母亲节这个周末，我要跟妈妈讲说，妈妈，你我从小就没有爸爸了，妈妈当扮演一个爸爸跟妈妈的角色，她很辛苦，也很爱我，那我也很，我要跟妈妈讲，我真的 I love you， 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母亲节周末。带妈妈去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是献给妈妈最好的母亲节礼物。是，那今天非常感谢 Barney 帮我们分享你的满月酒，谢谢 Barney， 谢谢。